好，接下来这组嘉宾呢，就是来了之后，估计男孩们都会特别的热烈了啊！一个女孩的团体组合 SH48，欢迎他们 ，SNH48，就是直接就青春洋溢了。如果那个在看直播的很多男性的观众们啊，此刻应该会比较开心啊。来，咱们先签名吧，咱们这个团队人数比较众多，需要慢慢签一小会儿。来，其实，在2015年的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当中，他们就获得了最具潜力内地新人组合奖。2016年，再一次来到音乐风云榜的年度盛典，你们在喊谁的名字？对，我听到了一个男生非常疯狂的声音啊！来，欢迎几位。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团体，很多人，所以我都可以出去了。来，欢迎几位。来，咱们稍微等一下下，不着急。好，来跟我们的观众们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。是是是，我也鞠一个躬。他们不起了，我都不敢起来。今天有很多在看那个直播的网友们啊，我也想问一下，就是这是你们第二次来音乐风云榜吗？没错，第二次。然后去年是获了最具潜力的一个新人组合奖，那这次再来有什么感受？跟大家讲一讲。就上一次是获得了新人奖嘛，那这一次我们也又过了一年，希望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成绩。嗯，那这一次在音乐风云榜有很多的这个艺人啊，前辈也都有，你们最想见到的偶像艺人啊有哪些？都可以讲一讲。我觉得今天只要是有幸见到的都是我们的荣幸。嗯，就可以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来学习。嗯，有要补充的吗？有没有哪这边要补充一下？你招呼这样的，他们就是单纯甜美的在打招呼。那我们就抓紧时间，天要下雨了，穿得很漂亮就不淋湿了，咱们就赶快去后台准备一下，一会儿见。谢谢谢谢。没事，一会儿那个盛典还有各种地方可以看，不用着急。好，接下来这一位呢，就是太红了，这一段时间的作品引起了大家的关注，邀请到的是许巍。